通过个案流调和大数据的比对，未发现本次疫情与近期的北京、新疆的病例有相关关联的线索。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我国本土流行的新冠病毒基因型不同，也排除于乌鲁木齐、新疆、北京新发地、舒兰、哈尔滨和绥芬河新冠疫情的关联性。本次疫情可初步排除国内本地病例传播的可能。